也无伴收成的。恁家，你咧天顶加落雨无？十七八岁未出嫁，见着少年家。你的相片，原在这么少年，但是我已经是七十六岁的阿嬷。三十年前，爸爸突然走了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意外。那天早上，他也是一如往常一样，一早就去工作，没多久就突然晕倒了，下午就过世了。我们当下每个人都，尤其是妈妈，她突然顿时一口。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因为在一年多前，外婆失智走失了，然后妈妈就一直在寻找她。最后找到外婆的时候，外婆已经过世了。然后刚办完外婆的丧事没多久，爸爸就突然也走了。再加上邻居们有一些闲言闲语，对他来说是另外一种伤害。人要讲闲话话，我无法度，我有我的日子要过，我的精神提来到朋友互念经，念经的时阵，我的心才会静落。我咧想，人骂我，就是替我消业。在整理爸爸的那个生意，就是有看到他们应该是有借钱给别人，那我们就有去问那个朋友啊，他竟然回我们说，在锦龙进锦牛龙海料啊，当时是在想说会不会影响妈妈，难免因为他想要代替爸爸把这个家再撑下来。一模一样。阿母烦恼，伊未来要安怎？我甲阿母讲，恁免担心，恁将离婚，我会替伊做。爸爸当初刚过世的时候，妈妈开始比较正式的结束慈济，除了很听上人以外啊，他也很希望我们这些子女能跟他一样，能够多听上人的法。那包括我们家的电视打开来一定就是大爱台。其实我们在潜移默化当中，就已经接受慈济。进入慈济之后，他变得懂得安排自己的时间。比如说，这个时间他应该要去做环保，这个时间他可能要去做医院志工。然后，当然他也把家里顾得很好。比如说参加慈济的活动回来，他也会跟我们分享。在言谈当中，就是看到妈妈的。我认识他就知道他做环保做了好几次，那他一个你作为一家公司环保的物件嘛，弄一扎得本来，我刚刚讲是这么的不会好一点。我妈妈虽然她自己讲她很渺小，可是在我心目中啊，这样的渺小真的是很伟大。我感觉以前我就是做不到。现在我要尽我的力量去布施、去服务、去结好缘。你讲，我即马过得真好。你一年，你走得真紧，我有真侪话袂去甲你讲。我即马真想要甲你讲，我有做好一个妈妈，也
先不要这个面对困难爱坚强，爱顾好这个家，爱把自己顾好。我有做到，你敢有看到？